是好的很，今天表现正常。哎，头好像也凉的差不多了，可以戴。我还没有热身呢，要上去热来。上去热啊。果然被消化光了。好，你先慢腿啊。前面走进去啊，接着它旁边就是缆车站了。我觉得最好的是 HiAce， 而且你，我们 HiAce 服务最好。不过那个，连外来客人都这样。哦、不过它离缆车站也太远了，所以越贵的越远了、啊。那他是不是有管家会开车开摩托车载过来？那样子我就觉得可以。贵宾服务。好，不
可以搞一个。到几岁你要买？看我秒数。5分19、嗯。你也在上 ，OK 了。就好客气，好客气。我们要过山吗？右边了。鞋子大概只拉到小腿而已，然后这样前后踢可以拉到大腿加小腿。你的痕迹啊，你的什么痕迹啊？还在啊，剩下一点点了。先滑。那不是我啊，看我滑。哦，好。走了。走了。
柱子旁边，跑去人家家门口干嘛？讯息传达，讯息传达失灵。你滑这一定很快啊，那你自己，你就先走了，不要理我们两个。我们两个很慢。Hello， 你好。我叫年毅。年毅，年毅。哎，史莱姆吗？对啊。哦，真的、哦。还有别种意思。是各种、哦、各种。真的是这个名字吗？过年的年，毅力的毅。哦。中文名字哦，对，没有叫英文名字，没有，没有，年毅，对，叫年毅，嗯，毅力的毅，好记啊，嗯，好笑啊，对，哪有？难道爸妈故意的吗？什么抓牛的爬行路啊？爸妈倒是没有想到哈，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名字蛮有意义的，每年要更有意义，对呀，嗯，不错。血不划算的。应该说这种板子通常都是拿来做 carving 或者是滑 cos 之类的，我觉得非压雪的会比较难滑。真的？哦。因为我们也都滑雪道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只是我就是志向是所有有什么雪道都要滑一遍。哦。我的志向是所有树林都通一遍。拜拜拜拜。就你带进去，我们在外面。我们在外面等着。我跟你讲，那扣式跟那个树林里面是别有不同的世界。对对对对。但是我就有那个啊，有真桃与地狱。没有，因为我刚开始也是去年是说我扣式就好，不要树林，然后就被换朋友。你来几年？我跟艾斯一样，差不多也是两三年。嗯，三四年了吧。嗯。对。你是固定在这边吗？就换到留宿都，之前是在长野，第一次来打工度假的时候，先长野打工四个月，然后后面来留宿都就是定在这里。嗯，对，对啊，留宿都雪道宽阔，然后但是我觉得雪场算小哎、欸，因为我们三天就算逛完了吗？要跟长，因为我们跟别的比啦。我们十月的时候就去志贺啊，志贺就很大，你就全部串在一起就很忙啊，就很无聊。然后来这边就觉得很小，很小，很小，不是小，你不能说小，你说小的话那种，只有一个缆车的怎么办？应该是说北海道之后体验粉雪，对，不是滑那个雪道场，对，雪质啊，粉雪啊，自然雪，哎，没想到粉雪可以这么粉，这样，对，拿起来丢就这样，拿起来丢就这样。
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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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所以北海道是来滑抛雪的，然后冲树林。你们去？我就刚说我冲树林，就是不是冲树林。我们去板桥，他去树林。冲学者的时候，我就撞树，而且我撞树两脚还被车，这一脚撞上去，然后这一脚就岔开，然后岔开就整个去刮树，就唰、哎，整个就凹成一片。我知道有那心理障碍。超痛，对。然后看着树，教练不是就有讲过说，你们就是小心不要看着树，因为看着树就往树过去。真的啊，真的啊，我前几天看教学影片，他也是这样说，你要看路，不能看树。对，就是因为你所有的滑动滑行方向都是照着你的眼睛视线去做转动的、啊，你看地面就一定会摔倒嘛，啊，你看前面就不会啊。你在看前面的时候，你自己的重心就会自己调整到最佳、最正确的位置。哎、欸，这个你看很好，很好。你的视线如果是看哪边的话，有没有？你的身体就你的身体跟你的重心就会跟着你的视线随便移动。哎、欸，当你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你就用你视线去看的方向来做你移动的方向。嗯，对，很有道理耶。现在就怕，因为还有雪板不会差，只有一个。哦、那你看练雪板呢？我练过一天，然后整个脖子痛、屁股痛、膝盖痛，我知道，很可怕。因为你完全好好的，然后躺一个就，而且那这里就很痛，我就觉得这样我会死掉，我真的觉得我会死掉，哪一次摔一下就爬不起来，因为那个摔真的很可怕。你说摔这个吗？对啊，自我感觉很好的时候，然后就这样猛躺，然后你就倒在地上。哦，这个我经历过了，很可怕。而且我还是没有人学，我都这样摔，撑过三天后，然后不然就是啊，蹦蹦，然后也是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也是很痛啊。对啊，那边那就可能就是站太高了，对。那、啊、你们可能回去要练一下深蹲，蹲低一点，再蹲低一点，因为重心越低的话，通常稳定度会越好。有艾斯说叫我要膝盖要蹲一下，对对对对对，要蹲要蹲，上半身还是保持挺的状态，但是下半身就像是一个弹簧一样。但是我就会变空气椅啊，然后我就会用小腿酸到爆。对啊对啊，这是半蹲啊，我也是一样啊，我差不多在练10或者是要练这样的。但是他就会说我空气椅那样姿势好像不对啊。会吗？他是偏一样的 pose， 他稍微偏后面一点，要偏前面一点点。哦，就是身体要有一点前倾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但是我还是这样坐着。我说你空气椅是说你后倾，你的重量压，你重心偏往后移一点，你要往前一点点。那可能你的解释可能要在那边。哦，你位置一模一样。对。想象想象头。那我给你看我昨天飞，昨天被吓到了吗？我昨天自己笑，自己觉得很好笑，然后每次看到就会笑到流泪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初次尝试，因为跟艾斯滑，然后他就看到，哎、欸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你拿相簿的，啊，这个，我等一下再看，到了，要了，我们等一下再做另外一个，下一班就好了，那比较长，下午昨天就会变成滑，我说会不会害你太早起床啊？不会啊。我会想到阿婷因为九月十五会太早，因为我们就是今天滑完就要走了，所以知道知道，因为可是我平常出勤时间就9点了，但是因为你休假可能想要睡多一点，不用，我说在雪场出勤时间是我就是9点，我固定就是9点回到这里，哦，所以没上班也会啊，没上班也会啊，哦是哦，因为我想开第一滑，哦 ，first track， 就要看到面。然后可以趴地上，你是要那种摸地板那种，摸一摸倒在地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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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看到面条就很开心哦，没有人滑过，然后开始吸，然后就像吸毒一样，那种感觉。因为之前看外国有个影片很好笑啊，人家不是吸毒嘛，然后他是把血，他故意，吸啊，他脸上超欢乐，我就想说，演那个样子，好的嗨。嗨了嗨了，难怪滑雪会上瘾，就是这样。嗨了嗨了，可以以后要去那个戒断所戒断一下。回台湾就没了，夏天就不行。哎，不，那回台湾就小叮当。小叮当，我在那里学的。哦，是哦。第一堂课。对，没学过的时候，谁谁。没有。哎，我们是找小叮当。
课程是公妈节还是什么的来着？买到的便宜课程。叫他们这么调，而且是 Amazon 买的吧？哦，对，是。不是的，其实是 Victoria 在 Amazon 开的店。我的是 Victoria， 是 S 粉，没错 ，L 粉。管他的，反正就那两家。哎，轮到谁？是吗？哦，反。那你们滑雪滑几年了？2015小叮当开始。然后庆景泽没有教练，自己上山，快吓死了！吓死了！第一天就只滑一次哦。他可以讲吗？可以啊。他来，我们还去问缆车说可不可以坐下山。然后他说不行，他就说我要走的。那就是因为你在小的坡度上学那个八字沙，哦，那很难，不够扎实啊。然后所以到了斜的地方就会觉得哇靠，搞这沙小。对，然后在精疲力尽的时候，哎，变扎实。比较大吗？昨天在哪里啊？那个昨天那个叫艾斯去看的，我就跟着去看呗。然后我就跳出来，哎呦！然后旁边又有，好，旁边这个有，我又去了。哦，对，你又笑了。呜！啊，刚刚出刚刚，因为没有，我刚刚说，我的想法是，平常的坡是这样完整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跳台是这里过去以后，这里会被挖空，所以我尖叫，是我看到没有东西。哈哈哈哈哈！人生第一次跳台打底，耶！你这么摇晃还没事哎、欸。哦，还要看我们俩摔倒的吗？哦，以后可以拿桌椅讲，我跳过，就再也不要了这样。吓死了！就在糊里糊涂之下。这是我们只是一个小坡，然后我过了以后，我完全像蹲低摔倒，然后他在我后面，他跟着摔。他也觉得我为什么会摔倒，然后换他。轮到我就懂了，为什么会摔倒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摔倒。你们会用那个什么 UD 吗 ？App 里？哎，有啊。然后今年开始用的。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用。因为今年他自己就好像是 Facebook 滚一滚，他就说有抽奖哦，我就想说好中，到结果到现在都没中。哦，是。对啊。也不错了。对啊，我就只是拿来记录一下而已。对啊，我想说最高时速可以飙到多少之类的。对，然后有80。嗯，我只有57.9。我们是在560，反正就是接近缆车，自然而然要冲的。对，没有啊，因为那天就很天气很晴，然后9点又没人，然后在我爬那一条，
这条叫做 East Osuta 两边。嗯嗯嗯。对。那就干脆。从上面，因为我换 Biden 嘛，我就想要试一下。嗯。对啊。这条、啊，这条，这条。最右边的，它没有画、啊。有啦，红色这条。我们只滑过一次的这一条。对，因为这边上来真的是有点累，因为每次就只能搭这个缆车上来。嗯嗯嗯嗯。缆车排队又挤。不喜欢爬楼梯。对。所以大家通常都会忽略这一条。哦。可是这一条在下午的时候有没有？那边有个那边穿过这边有一点点树林而已。嗯。穿过去我后面就是一个大平原。啊、那大平原那边可以看到夕阳，超哦，方向是那边，对 对, 對，就是那边，好、越太阳嘞，对，那边有夕阳、对，它就是两个树这样而已，你就看到这边都是树，然后这边有个树洞，就树的门口，它只要滑过去以后就海阔天空。地图上看那边都好像是田还是什么，就是什么都很，对，那边是田啊，然后还有那个。夏天是牛养的那个放牧地，就吃、那些猪被我们吃了。鹿啊什么的。猪啊，高原猪啊。嗯，有时候猪高原猪，不是猪。对，有，一直有。对啊，那很贵。知道啊，就吃吃看。刘寿都高原猪味噌汤，刘寿都高原猪炸猪排，刘寿都高原猪。你们那天来的时候，我在里面洗碗。嗯，我在里面洗碗。支援吗？还是在用？对对对，加班。哦、oh. ，对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在这里拍。”然后我说：“他说赶着叫过去啊。”然后我就认识。哦、oh. ，然后我就说：“啊，你跟他有留联络资料啊？”以后哦， oh. 就第一天碰到的时候，你就在雪花体洗碗啊、哦？真在里面洗碗？那、我在那里洗碗，还有这么巧？怎么还有兼职洗碗呢、啊？你头发我不是才刚忙完，也要做到五点、啊，做到十点。到五点，然后就去做。哦、对，就是太忙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太忙，而且那边其实说洗碗的那边的工作人员打工的太少，他们就固定不够动态，就不够人去那边。人多人少差很多、啊，对他餐具又多。对啊，他餐具真的很多，我真的喜欢。昨天前天人有够多，今天终于。而且你觉得他盘子超漂亮，我都很怕打破。打破应该没关系吧？哦，打是没关系的，但是那个就会听店长讲说，这个店长是比较高的那个吗？就穿着西装，在门口，对，然后头有点秃光。他今天好像不大。不确定是不是、啊？他应该认得我们。也才吃了两次，我每天早上都去啊。哦，那是你啊。三天了，你今天还排第一个你？对啊，今天居然我排第一个，6:45。今天人就没那么多、啊。今天还有看到艾斯吗？他应该有。有，我靠、完蛋了，还在上班，飞机不飞了。那你要怎么办？你们就然后前一班他可能还会飞，所以我们就去机场等。我们到的时间刚好可能可以看前一班。对啊，他要是没有飞机，就是明天飞还是后天？看他坑掉多少，还是要坐新干线？不要，要去韩馆。啊，就韩馆而已。韩馆多花钱。从新千岁去韩馆要多远啊？哦，我没查过。坐 JR 的话，要先从 JR 那边经过，我可能要绕啊绕的。然后新干线比机票还贵。对呀、啊，比机票还贵。旅馆算了，那个钱就在旅馆躺着也好。可以坐船的，开小木坐船。Corona 不好不好，我其实我觉得还好、欸，因为人因为坐船现在人多人少的问题吧。对，现在是这坐船的人是蛮少的。大家都被吓死了，日本人都懂。而且是晚上坐啊，还好，就是在船上睡一觉。过一晚的。对，如果不怕晕船的话，就在船上面睡。而且也蛮便宜的，我觉得。哦。对啊。但是机票撑着。对啊，总之现在看着换位置，对啊，如果回不去就再说了。你又配得到你能不能工作啊？啊？你又配得到你能不能工作、啊？你的工作会有问题吗？可啊？会我回不去的话会有问题吗？我 WiFi 好的话应该是可以。WiFi 你要配的可以工作，那就配的可以啊，遥控回家就好了。可以远端工作，我可以远端工作。他们本来就远端工作，所以就。现在是远端中的远端，不在家里，透过 WiFi 连家。对啊。好了，千岁机场 WiFi 不错。哦。但是我不要睡在机场。机场的 hotel 啊，不就查价了吗？14000啊。
要不然就住什么 Kikaili 温泉之类的。对，机场温泉。对，然后下面有一个休，应该算休息空间吧，可以很有沙发那种，然后可以坐着躺着休息那种。对啊，那还是睡机场那一次。对，那个也可以啊。假眠就过去了。对，睡一觉就过去了。啊，我睡不够，在机上睡觉。对，一个小时多。对啊。我希望我们可以搭到有电视看的，我要把我后半集看。你那个后半集应该还是看不完。没有，看剩一个小时了。哦。看了。看什么、啊？我在看木村拓哉那个新电影、啊嗯，那个饭店，然后有人在我们伊苏卡要杀人预告、嗯嗯。我看到最后，搞不好全部都什么事都没有。你看，就是一个不起眼的人，这种东西都是这样。而且只是一张纸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他现在就一个一个在排除，这个也不是，那个也不是这样，所以就还剩一个小时，所以要看一下，要看完啊、哦。那你们预计花到几点？十二点吗？还是一点？一点去吃饭，因为我们要去 Westin 去喷、用他的那个喷剂，现在吃午餐，喷一喷，然后晾干，然后就坐车回去了。在 Westin 吃午餐啊？要在 Westin 吃午餐吗？对啊，听说蛮不错吃，我还没吃过。我们吃意大利，昨天吃广告，我们吃这个意大利面，对，好吃吗？好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还有吃炸鸡、还吃了。那个 Ankake Yakisoba 因为我们在志贺他有个饭店，他也是在公车上贴说他们最有名的开电影的 Ankake Yakisoba， 所以我们直接看到就说要吃那个、结果志贺比较好吃。我好想去本州的雪场。就这边都滑滑，我想去已经技能去志贺，是很好玩，便宜又好玩，风景又好，真的真的，但是没什么人。很长吗？很长啊！雪道很长，算长吗？雪道，如果你喜好长的，有啊，烧鹅山就很长了、山顶到山脚。烧鹅山哦，没有没有梅池那么长了、哦。你们都去过白马那边的？白马也有，对啊。那陈安呢？咕噜七呢？是哪个城安？是 Mountain 城安还是 Cortina 旁边那个城安？ Cortina 那个什么绿色广场 Plaza。哦， Green Plaza 那个。对对对，是 Cortina。Cortina 旁边的城安有去过。那个是我们以前滑雪团的时候住过。我在那边。你是那边打过度假？对，我在那边打过度假。那你认识 Jason 吗？有一个教练。教练这么多，可乐的教练哦，可乐的吗？对啊，可乐都会住口西拿，然后对啊，一定都每次 Jason 就一直抱怨那里网络很烂啊，这样一直抱怨，所以我们才给他的卡。哦，对，我们离开的时候还把电话卡留给他，网络卡好像是有黑黑的，他现在不是转职在当 YouTube 还是什么？不是，是转职吗？他就现在在滑板，困在台湾，在台湾，所以他只能滑板。好像是他，对。对啊，他应该都常去。滑不了雪，而且有一次我们是自助去，结果还在那个有个炸那个猪排店，你知道吗？你说那个白马的炸猪排，那靠近四千五，就那个主要道路。对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然后一进去就 call Jason， 他说你在这干嘛？我也滑雪啊，干嘛？我吃猪跑油。对对啊，不值不值。很好吃耶，那家疯狂点哎。对，我也喜欢吃那一家，但我只吃过一次而已。我们来这些都有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没有车啊。我们走路去。我们走路去的。我们住细野馆走路去。哦，因为我们住那个波路区的旁边那个宿舍。哦，那很远。对啊，每次都要下去，然后坐在明那边，就南小谷那边。口西南是最远的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好吧，最远。那我也想成你住白马了。那情有可原。对，那那边是很多台湾人，最近加入一个滑雪群体，还有然后就一堆在白马的，其中最有名应该叫什么阿福。阿福啊，就是他是 Evergreen 的教练啊，他是 Evergreen 的教练哦，之前是，他还是 Evergreen 白马的，就是他开了一间民宿，他开民宿以后，到底是他没有当教练开民宿，还是他开民宿之后没有当教练，不知道。
小的。我觉得他们刚好是一个班吧。还是爸妈去滑了，然后小孩报班，这样。没有比赛的，比赛练习。好像那个什么选手权来着，也有可能。什么中学生选手权什么的，不知道啊。现在不会啊，而且我要这样透气啊。你说左右进去的，我一向都这样，对啊，非常好透气。一级关，还要先推个几下，要冲了。比赛的那一种感觉，速度比快的吗？这样。欢迎来到看小朋友滑都比你厉害。是啊，管他的，我就在后面看他喷烟，他光刹个车就比我猛很多的。一小一小，这小小的很可爱。他也超厉害。谁知道呢？三下，扭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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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两个搞定，好，走了，走哪里？到那里啊，都在下面啊。去右边那个站啊。你说 two 哦 ，number two。对啊，什么 number two？ 哦 ，cross A A cross B 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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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休闲，我休闲。我也休闲。
还可以。好山、啊，我刚上完的。啊？我刚上完的。哦。很滑吗？很滑吗？速度比较快，怎么讲？好快！我滑的时候就，吓死我！不过还是平的啦，还是平的啊，这个还是平的。下午乱的就更惨了，下午就跑出来，下午就会跑，会怕，对啊，跳得很累，跳好累。建造学一点用处都没有，所以就买了新的。哦，在这里买的吗？直接寄来。哦，在网络上找最便宜的买。对啊，最便宜又长度跟我要求的一样的，因为我还是初学，所以还蛮长的。不是，还是初学。现在就买伸缩的。我有看到伸缩的啊，蛮贵的，各种赛事都。弯赛事。那种弯的吗？看那么近。闪电，闪电型，对，拿在手上加二这样，完了我已经够快了，不要，这样，速度加二，嗯。我也想不出来那个他的那个造型好干，就弯的哦。对啊，我也不懂哎。然后突然想一想，看他们姿势，我讲，我突然明白了什么。他们点的位置比我们更前面，对吧？对，不是，你看他们就是这样，然后身体不是这样压的吗？嗯，那不就是当一个那个弹簧之类的？弹簧弹出去啊。嗯，哦，你说弯曲，它弯曲有提供一个一定的弹力。啊，是哦。对啊，然后也有可能用力插过去的时候，它身体就会动起来。也不可能是这样，我觉得应该是。我自己。我刚想成是说，它这样子的话，那个棒棒的点会比它实际更前面。哦。对啊，也可能也是这样。那你的板子有几个？我只有一张而已。哦，我没有，我连单看无限界。我说，我自己买的就一张而已。是哦。但是你突然想滑冰了，你就从店里拿就好了。啊？你突然想滑冰了，你就从店里拿就好了。对啊。所以就是当练套的好处啊。他说这里的好处。别间的练套服，员工福利，各个客户规定的不一样。那你那时候在白马是做什么的？我是坐缆车耶。哦，那是坐人家上车。对啊，哎，大家好，这边马丁加塞，对不对？招呼大家。然后跌倒，后面有车子赶快冲过去抱起来，是不是？哦，就拉一下，抓起来。对啊，因为那种小孩子就在那个线前面就摔倒，就摔下来。嗯，然后或者是滑下去又摔下来，然后就后面有车撞。有的小孩子就顺着椅子还可以滑下来，屁股一滑。我已经发生好几次，就是他们就这样跌下去，然后后面他们这样起来的时候头都在这边，然后车子刚好过去砸，要打他头这样。对，我就一起过去，然后扑倒他的，飞扑把他压倒在地吗？就有记忆了，我应该有三次了。就他把他强行把他的头压下去，不然他真的撞了。
就是一路一路从右边的雪道开始滑，这种感觉。你要去那边？去右边那边啊。对啊，这两条路选右边的意思。对啊，对啊。喷烟、嗯，是刚有人滑的还是风吹的？嗯，感觉今天风有点大。Thank you.
差不多。有啦。是我刚在发愣，我以为到了，其实是在等到一片。嘿嘿。嗯，OK。我其实很想要你。
看很贵就不用试了。对，现在18000-19000，我觉得太贵了。七八折也还是很贵啊。我说10000块我才考虑，而且也就只有冬天会穿。先擦油，打开就保养它是吗？确实是先擦油，要乖乖不要坏坏。那以前的球鞋拿出来穿，鞋底就掉了、啊。到那个站，跟他，
个窟窿，一个窟窿，对啊。十分，谢谢，谢谢。什么？啊？哦，你说那一条不开了，很奸诈、啊，他省掉一条啊。对啊，这样人那么少，他可以省下一台。拿到免许哦，不用考，但是要预约，你没有先预约，我那时候预约周岁是等2个月。
直接盖章的，所以就是拿过护照过去。对，然后再带一张自己的相片啊。就可以看日本驾照了，哎，不用扛了。不用啊，你上网查就一堆啦、啊。对啊。就是拿了一张方便。对啊，因为很多那种身份认证，有的只给免许，真的，有不一定给在留卡的。这样不错用呢、欸。他们用那个什么买单格，那就那买单格又不用。有啊有。可是我觉得它应用的很少，大部分还是要需要那个 Main Q 球。对，总之今年那个 Minor Point 先拿再说。每一个配都要认证，很麻烦。对啊，之前超白痴的，我多写了一行，因为我们住的有大楼，我把大楼写上去，他就不让我过。他、啊、说跟你的证件写不一样，因为证件不会写 Main Q。哦，然后就看对啊，拖超久。对啊，那个申请书我都看那个要看证件照。你有没有用 PayPay？
要吗？好，好，那就走吧。可以先抢，然后先抢。我觉得最后最旁边的绿会滑了，就到不了这啊？我觉得绿，我觉得绿是很平。对啊，那一道我觉得不要滑了。我也觉得不要滑了，上面太平了。等一下，好啊，那个黑的就好了。我的，我的还是你的？我的，你的，你的。太冷吧？太冷吧？有。还是你的已经脱落了，换我的脱落，有可能。我们都是一边插电一边，我知道，一边开，整天都开着。先不要摸，先不要摸，你朝着我看。没有，我现在摸得到，没有脱落。我看灯呢，没亮，也没有。没有，哎，亮了，开始亮，开始亮了，上去再开掉。哇，好累啊！很累。很累，真的太平了，我真的。我上面走太累。我前进的速度，然后风又一直吹，然后我就。没有，你要蹲很低啊。我很累。我一路蹲过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抱抱膝盖，降低风阻。不是，已经前进不了了。一开始就要低了，一开始就要低了，风力太强。这里累死我了。那等一下直接滑黑了就好了。上面太平了，太平了。进去我们就回不到那个点，我还要推，好累哦，好累哦。Ridge A 滑完，你再就坐最后一趟这个缆车，就回去，然后就坐下来，就走别的路了。对对对对，沿路回去。这么快？现在十点哎，十点半了，滑一趟就差不多。对，二十分钟。那 Ridge A 下来，我们要去上厕所。啊，就这旁边的厕所。喝水还是我们去那个 Spring Pool 这边上厕所，就可以喝个水。
这些公司做满四年就过了。嗯，然后刚好也申请到那个打工度假。嗯，你也是为了滑雪而来吗？一开始不是，一开始是想说要练日文。哦，哪知道去滑雪场就这个上。对啊。所以是来了才喜欢上的，不是因为喜欢而来的。我是喜欢而应征。因为那时候，对啊，就过去的时候才知道说，哦，有分单板跟双板。嗯。也是第一次在那边学滑雪。那你说打工度假嘛？打工度假，你就在考基拿雪。对。你也知道他那个第二缆车上去下来的那一瞬间，那个超陡。他不是说初心者到吗？就下来就超陡，就上去。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去，我花4个小时下。考基拿下到旅馆旁边的吗？那个第二缆车那个不是号码，我不记得，但是还有一个最宽的左边那个吗？最宽就最宽的那个。的左边嘛。可是最宽的那个不是滑起来很舒服吗？没有哦，因为那时候超陡的，刚最初心是刚下车的那个地方超陡，就是一开始是这样，后来就很平衡。我在那边一直跌，哦，我第一次学，然后我没有老师教，那站不起来呗。对，但是我从那边下来就是这个手。我们是他那个是他一个缆车在这边，然后是有个缆车在这边。嗯嗯嗯。我们是这个缆车下来这个地方，花了1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就是那时候我能下，你我就一直摔倒啊，因为一紧张就坐下去，一紧张就一转弯就摔倒，一转弯就摔倒。那个我们也花1个小时才下得了山。对，我那边也是前摔后摔。痛哦！大家都要练脖子。大同小异，但就是方向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因为我们刚
很快啊，你应该有六七十啊，六十几吧，回去再看啊。就跟你讲，那个压过的那个特色菜可能很好滑。那种可以压到地的那种安心感，嗯，可以控制啊。这就是人家说要滑第一轮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啊，一模一样的雪道就玩得不行了，好累，是这样。对对对对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好看的。对啊。我们。好冷啊。你多少，我就是多少。我。还没进去的。我。等一下。他说收讯不好。收讯不好没差，但是他记录照样会记录啊。他 GPS 会记录。对啊，他只是不知道你在哪里，是吧？这里山谷啦，等一下就好了。你现在才一格，等下上到山顶就有了。上面风超大。对啊，是我说其实没有很快，因为被风顶飘了。也还好啦，下面这个山谷比较没有风啦，只有上面。我以前滑雪是龟速，很紧张。哦，所以第一次滑那么快又不紧张。就越来越习惯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那很好，肌肉记忆，肌肉回来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就大师兄都回来了。差不多一年吧。
现在就是啊，我现在不睡觉，九点十点就一直打瞌睡，看着电视然后睡觉，要转个台说我在看你，假装在看。对，他如果关我电视，我会发气。装什么装？我还在看。心灵上在看、欸。你不是在睡着？我还在看。他走回去就去睡。太好了，我在这里，要那个声音才对。多吵多睡得着，想睡的时候不管什么都睡。嗯，我每天都九点十点想睡觉，但是后来就会醒过来。我都会。撑4年，对，撑那么久，有毅力啊。
哎呦！啊呢？